石谦找了个地方坐了会儿，他看看这周围是什么地方，看了半天也不认识。哎呀，哪边是北呀？都让人家给追糊涂了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行了，管他东西大北的，顺着大道走吧。他抬头看面前有一条笔直的阳关大道，石谦一琢磨，不行，不能由大道走，人家要从后边追来呢，或者由前面截我呢，我呀还是走小路吧。他站起来一看，哎，感觉脚下就有一条羊肠小道，他腾腾腾腾腾顺着小道跑下来。石谦又上当了，又怎么了？他还不如走大道呢，笔直那条大道啊什么事没有。石谦没来过这地方，他不知道啊，顺着小路往前跑了一咕噜，他看前边啊好像是个庄子。哎呀，不是我又转回来了，那可大白天的鬼打墙了。石谦刚想到这儿啊，就走着腿底下这么一绊，还不好，就砰，他腿下出现了三颗绷腿绳，啪就把石谦给绷个跟头。孤山走一抱头，这俩手啊抱住了太阳，两个肘啊护住了双背，一单一别腿，他真是行家，把这些要害地方他全保护起来了。皮肉厚的地方摔一下磕一下碰一下不要紧，他咕噜一个滚滚出去有好几尺远，刚想站起来，过了几掐头问倒，噼里啪啦就把石谦给捆上了。石谦这气呀，一声都不言语了，心说今儿个喝凉水都塞牙，人家把他绑起来就走啊，也不问他。石谦也不吱声，果然就绑进前面那个庄子来了，一推大门，吱嘎的一声给他带到院里。哎，我说啊，是不是跟管事的说一声啊，说一声吧。腾腾腾有一个人跑屋里去了，屋里说话，石谦站院子正得听，抓住一个什么人呢，看样子不像好人，好人都不能往这条道上跑。嗯，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？没问，不问就不问他，待会儿你们吃完了饭把他弄到后边去埋了就得了。啊，石谦差点哭了，一声不问就弄出去埋了啊。哎呦，这人怎么那么厉害呀，就把这个推进了小院，然后往屋里头一放，没人管他了，也不给他吃不给他喝，人家去吃饭去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进来俩小伙子，啪一下弄块布把石谦脑袋给包上，主要是蒙他两个眼睛，推起来就走。古上岛石谦生气了，他跟谁生气？跟自己，我活这么大这还头一回，还没等挨上住进庄稼边呢，你瞧这左一出右一出的，怎么着把我活埋了，埋了埋了吧，这叫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，活该得了这帮小子的记忆啊。人家把这个推到后边来，他也不知道这后边在哪儿，他看不着啊。就听耳边敲好响，乒乓乒乓，功夫不大就把这坑刨好了，把它扔坑里。大爷鬼！石谦嗷嗷一嗓子把这几个吓哆嗦，对吧？这回石谦说话了，那当然了。他一琢磨着，真要活埋了，这一点也不开玩笑啊！我操，真埋我呀！这几个一听怎么？打卡呀！不埋你们刨坑干嘛呀？你们这地方活埋人，嗨，我们这地方连人肉都吃，甭说活埋人，可惜你太瘦了。你要是肥实点啊，就不埋你了，就把我供起来了，供起来就把你炖了。呵，你们这地方真厉害呀，厉害啊，我们这叫罗爷搬家。好嘞，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大太爷的厉害。你有什么厉害？要埋我可以，我得坐在里边死。那是为什么？想弄土盖上我的脸呢？没那菜，坑里边给我铺点什么，我坐着升天。周围这几个一声豁，他还升天呢，现在可以把我脸上这块布给我撤下去了，我看看你们都长得什么模样，你们这地方杀人如薅草啊。真不假，杀个人就像薅根草似的。正在这功夫，就听有人说话，马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呦，大管家来了，大管家。石桥周围站着的这几个人嘀嘀咕咕全喊大管家，石桥也是看不见，他脸上这布还没给他撤下去，听见腾腾腾脚步声，这人就走到跟前来了。
你抬手啪，把石谦脸上蒙这块布给撤下去了。石谦举目这么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怎么呢？要说他是从梁山来，再说古上早时间在江湖上没少闯荡，什么模样长相的人他见了不少，唯独这位他真没见过。看此位身高八尺开外，说到虎背熊腰，哎呦，这张脸是寒碜的，是一张鸳鸯脸，上半拉煞黄煞黄，下半拉煞白煞白，脸上长满了敲子痦子、猴子疤了、瘤子、刺猴子、血子呼啦大瘤子呀。古上早一看，这不人呢，怎么长这么寒碜？此为穿青挂皂一身黑，肋下带着一口钢刀。这人上下打量打量石谦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这回石谦也不说姓燕了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了，反正要活埋，我姓石。哦，行，这人不往下问了，吩咐人把绑绳给他松开。突噜，把绳子给解了。石谦活动活动两臂，把双拳一抱，请问您先生何处，大名怎称？别问了，以后走路加点小心，你要走就顺着大道走，别走这些小路，再走小路还得把你抓住，快去吧。多谢了。石谦给这人行了礼，没头就走。他绕到庄前，上了大道，走出好长一段时间，他才琢磨，哪儿这么一个人呢？长着那脸那么寒碜，好家伙，跟活鬼似的。这是白天，晚上他那模样出来，非吓趴下俩不可。我不认识他呀。说不定他许认识我。这事儿一直就在石谦心里算个谜。石谦跟路上人一打听，上哪儿住去庄啊？你走吧，早知道呢。这回古上早打定主意了，我呀，该歇就歇，该走就走，不那么笨命了。我追不上杨雄、石秀，我就不追了。你们探你们的，我探我的，反正灰山见着天王得有个交代，那就得了呗。石谦往前又赶了一段路，发现前面有个庄子，这庄子不像落凤坡那么干净，那么清秀。可是这小庄子也挺整洁。石谦刚这么一进村口，就听耳边响起了鼓乐声，嚯，笙管笛箫，吹吹打打。石谦注目这么一瞅啊，这村子里边两边那些铺户住户，门口有的还摆着香案子，也有的在门前呢铺一块小红毡子。石谦琢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黄土店倒净水泼街啊，许是今儿过皇上。不一定，皇上上这儿干嘛来？大概这是过我。嗨，我过不过能管什么呀？准是谁家娶媳妇儿。他站在这儿胡思乱想一阵子，举目一瞅，顺着那个吹打的声音，他看由对面来了20几个庄丁，年纪都不大，20岁往外，30岁以里，个个瞧那身体呀，都特别那么结实，十字披红，手提斩马大刀。石谦往前走了两步，一看路边都站着一老头，他就站在这老头的身旁。老伯伯，什么事啊？这是谁家娶媳妇啊？嗨，谁也没娶媳妇，今天这是过凤凰的。过凤凰？别说了，你看看就明白了。老头用手指了指，石谦顺着这老汉手指的方向一瞅，就在对面来的那20几个人的前边走着一个为首的，70开外的身躯，年纪30多岁，生得凶眉恶目的，头上歪戴着一顶莺歌绿的扎巾，身上穿着莺歌绿的箭袖，有纱大带，大红巩裤，薄底的靴子，肋下带着一口腰刀，在这身后边跟着两个大个儿，俩大个儿担着一条扁担，那扁担上挂着什么呢？是一个大鸟笼子，
瞧瞅这玩意儿新鲜。哎呀，这么大个的鸟笼子，哦，不是鸟笼子，比鸟笼子可大多了啊！瞅这笼子的个头啊，装只狼都有富裕。走到跟前，他才看明白，那笼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装着一只鸡。石谦差点乐了，心说这可真是什么人玩什么鸟啊，哪有拿笼子装鸡的呀，这是鸟笼啊。走到近前，石谦仔细瞅笼子里这只鸡呀、啊、石谦也愣住了，他没见过这鸡的个头快赶上那仙毫了，鸡的那形状也特殊，身的是凤头鹰尾金翅鹿爪，那鸡那俩爪子呀，就跟那鹿似鸟的爪子似的，那腿还挺长。偶尔这鸡叫一声，声如鸿鸣，跟鸿宾大雁那个叫声一样。石谦心说，这是哪儿这么一只串了种的温鸡？其实他这句话是心里话，他自言自语啊，说出来了，把他身边那老头给吓了一跳，拽了石谦一把，就看那老头咧着嘴冲石谦摆了摆手。石谦看出来老头这是一片好心呢、啊、他当时就不言语，何必吓唬人家老头呢？他慢慢的凑到老头的身边，低低的声音问那老头，老伯伯，你们这地方这鸡都这么养活的呀？嗨，老头叹了口气，谁养得起这样的鸡？不瞒你说，壮士，这不是一只鸡，这是凤凰。哦，凤凰搁笼子里喂着，谁家的东西？祝老员外，祝朝奉的金凤凰。我可告诉你呀，壮士，我把话说完了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呀。我不能，您就说吧，老伯伯。想当年，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吗？凤鸣岐山，西岐出了真主。对对对，那不是周武王吗？石谦还真说上来了。是啊，我们这会儿的祝老员外呀、啊，就把这只鸡当了凤凰了。他花了1000两银子把这鸡给买了。你看见没有，那么多的人呢、啊、都伺候这只鸡，那穿绿衣裳的那个，他就是鸡总管。哦，鸡还有总管呢，别嚷嚷，他的名字叫祝义。哦，他不叫留神呢、啊、什么留神呢、啊、人家是仁义的义，他整天领着这帮子人呐、啊、出来遛这鸡。那么这吹吹打打的是上哪儿去呀？接凤凰啊，每天抬着鸡往外一走，吹打一通，抬着鸡回来再吹打一通，这是祝家庄给立的规矩。石谦心说，这叫什么规矩？这叫折腾活人。那么这帮子人现在这是上哪儿去呀？你看，那不是进店了吗？人家歇脚该吃饭了。老头说着话又打量打量石谦，心说我这嘴可太唠叨了，不能再跟这人说了。壮士，再会吧。老头转身走了。石谦瞅着这帮人进了店，古上早也过来，他一看这店房啊，也觉得新鲜。要说石谦闯荡江湖，那店他没少住，他看这座店太气派了，广亮大门分左右，上边有一块横额，写的3个大字祝家店，门前有8棵龙爪槐树拴马的桩子，大门里边是前院后院东西跨院。不知为什么瞅着这座店房啊，阴森森的，叫人怪发瘆的。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觉得这个店跟别的店不一样，
一进这大门，两旁边摆着兵器架，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陪棒枪叉铲杖，擦的是绕眼明光。店门口两边站着几个伙计，都小衣襟短打扮，腰里沙粒八掌宽皮挺大带三环套月的蛤蟆扣，脚底下有大裹腿穿撒鞋的，也有穿薄底靴子的。石谦一琢磨，这哪是店呢，这是牢城营啊，关犯人的地方。石谦大着胆子，他想进店，让人把他轰出去。去去去，哎，我是那个住店的，这儿没地方。他没地方，我这石谦还要往下说什么，忽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。哎呀，贤弟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石谦举目一瞅，这可真是太寸了。由里边走出来禀官所杨雄，杨雄走到那个店家跟前，啊，店家，这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，他是我们一块的，快来来来，说着把石谦就给领下来。那店家没说什么，杨雄把石谦领进了西跨院。古山早真想跟杨雄扎呼一顿，你们做的这什么事儿啊？放一锭银子你们就走了。他一瞧周围这气氛不对，他没言语。进屋里他才问石秀兄弟，杨雄才告诉他，贤弟太难了，到现在我们还没摸到祝家庄这边呢。石秀到李家庄去了两趟，普天雕李英避而不见，我们好不容易就和他家的那个大管家鬼脸儿杜兴见了一面，现在石秀又去了，可能快回来了。杨雄这话还没说完，巴巴门帘一手，石秀从外边进来，是满脸的不高兴。石谦啊，他是爱开玩笑的个人，可是他也分跟谁。石秀这个人少言寡语，比较严肃。石谦本想要说两句什么，也就咽回去了。他这么一琢磨呀，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接近了祝家庄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地方。石秀兄弟，你又去了一趟，见着谁了吗？石秀把头轻轻摇摇，哦，那咱们先吃饭吧。杨雄一想，对，你可能还饿着肚子呢，我去跟他说。杨雄从屋里就出去了。可怜呐，怎么可怜，自己从外边把饭端进来。石谦就纳闷，我说这地方吃饭怎么自己端呢？哎，咱不得喝壶酒吗？这儿没酒，人家这店里不卖，我们在这住了两天，滴酒未闻。杨雄石秀心里全明白，咱们干什么来了，并不是怕谁，因为咱们是来探庄的，什么都没弄明白，今儿个打明儿个闹，那不行。你回去见天王怎么交代，受多大委屈，得把祝家庄的情况弄清楚。所以人家哥俩没说嘛，闷着头就吃。石谦觉得憋屈，他从屋里就出来了。他站在院门口这儿，往北屋里这么一看，北屋里灯火通明，划拳行令，叫五猜三，那酒肉香气往鼻子里钻呢。石谦一想，这可真怪啊，我们这白嘴吃饭，人家这屋里又酒又菜。想到这儿，他就转了一小圈，这圈不白转，搬了一坛子酒回来。哎，杨雄一看，我说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别嚷嚷，咱们一块喝菜，现在就来。说完石谦又出去了，这回可比第一次功夫大，待了会儿就听他在那儿嚷，我看把这帘子给我掀掀。嘿，石秀站起来把帘笼打开，石谦由打外边进来，怀里抱着个大盆，往桌子上一放，腾腾把这盖掀开，呼，香气扑鼻呀。哥俩一瞅，是满满登登一盆鸡肉，上边的油啊飘着有半寸来厚。我说你这是从哪儿弄的，吃吧，来，先把这酒满上。不行，我得问问这鸡肉在哪儿弄的。跟人家花钱匀的，那老太太好极了，说咱们要不够啊，再给咱们宰一只。这是一只吗？啊，怎么这么大个，不是鹅呀？嗨，味道不一样。来吧，哥俩暗暗佩服石谦，
这顿吃的是酒足饭饱，吃饱喝足把桌子搭开，收拾收拾早点就睡了，明儿还得研究探庄的事儿呢。他们躺下有一个更次的功夫，就听这院里就乱了，有人喊：“哎，鸡鸡哪去了？鸡呢？”石谦这时候还没睡熟呢，他都听见，跟着噔噔噔院子里有脚步声，砰砰砰敲门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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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哥几个就起来了，把灯光点着，呼啦门这么一开，由外边进了几个彪形大汉，最前面那个是店里的伙计。哎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看见鸡了没有？问的杨雄石秀一愣，石谦赶忙把话接过来：“鸡？什么鸡呀？我们笼子里那鸡没看见，我们住店管鸡干嘛呀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在笼里头养鸡，怎么不搁个地方，在院里放着来的？是不是让黄兰给拉了去了？不是闹药瘾啊？”伙计听：“什么呀？黄鼠狼啊，狗也拽不走，那鸡个大，另外晚上黑天半夜哪来药瘾啊？”说到这儿，伙计一抽这鼻子：“哎，这屋怎么一股子炖鸡肉味啊？”石谦赶忙：“啊，对了，我们吃鸡来的。”“什么？你们吃鸡来的啊？我们自己带来的，道上买的。你们这哪儿写的不许吃鸡肉啊？”伙计就不搭理他了。高挑灯光这么一看，桌子上吃的那些鸡骨头都在那摆着呢，小鸡骨头都没这么大。伙计再往盆里头一看呢，因为炖鸡的时候过于慌忙了，那盆里有两颗鸡灵，他顺手捞起了一头，正好是笼子里那金鸡灵。哎呀，咱们金鸡叫他们给偷了！说着，这伙计伸手就奔石谦来了。